千年古蜀道崔囊连接在一起。那么这个景区准确的说，它是在2015年7月27号才正式挂牌的国家危急旅游景区。那么参观剑门关这么大一个景区，那它的核心游览面积是6国平方公里，如果全部去走不太现实。所以剑门关目前那每一位游子来到这个地方必须参观的就是李白的著名诗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一座剑门雄关。这座关三国时期诸葛亮建关守卫之后，一直到1949年霍龙的18兵团进攻大西南的1700多年来，没有哪一次战争从正面从北向去攻破这座关。所以我们每一位游子这是第一个看点亮点。第二一个可能这个有点问题，甬道是目前剑门关景区内最险最刺激最惊险的地方。它是在2014年我们才打通的，没打通之前只能是脚儿，好才能够这个直接往上飞，体力不够飞不上山巅，在半山停歇之后再飞。现在专门打通了这个道，让游客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去感受攀爬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呢可以走到这个地方抬头观看一下，如果下雨呢可能没有游客去，因为下雨会封闭，不下雨大家可以看见别人攀爬啊。如果走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的试电还没来，二号走道没法坐，那就只能原路坐观光车回来。如果有电，那么我们可以坐上去直接到了山巅，在悬空玻璃平台可以俯视整个山下剑门关的全景，就是当年三国时期魏国大将钟会的13万大军环蜀七里下的七里坡古战场，也是魏和蜀之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古战场，将位于钟会对此的战场，就在这个山顶上可以俯视一下。如果有电的话呢，上去之后我们再到梁山古寺，再从梁山寺坐观光车到我们的梁山寺服务点啊，这是一个大致的游览线路。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电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走原路回来，经过石顺峰的时间，我们但去的时间就可以停下来看一下石顺峰。石顺峰这个地方在一线天内就不进去了，不进去因为这个比较险。如果是那边没电回来的时间，我们可以从石顺峰这个地方上去走上那么一小段感受一下，但不走长了走上一小段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三国演义1989年拍摄的实景现场，拍摄第一部三国演义实地拍摄的现场然后呢从橘皮岛回来在遗址村子这边回来一趟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线路，两种方案有电和没电两种方案的预计我们现在出发来，我们走到
没吧？没吧，大娘。来，我问问。前方的这个雕塑，这就是我们的千古名相诸葛亮。诸葛亮在人们心目当中，那就是显象典范。所以在他的这个南阳卧龙岗有一副对联，给他的近战描述，也是对他一生主要政治的描述：木二周，百八卦，六土七情，五脏元中。站在两边山上的雷石滚木，那直接悬在悬崖边儿。来，慢慢往下。
Thank you.